本节目由不怕晒晒不怕美肤宝美白隔离防晒系列美肤宝独家冠名播出。加入芒果 TV 会员，解锁多面人生。我叫吴彦强，今年17岁，就希望贵公司能给我这个平台，就想磨练一下自己。你对我们这个地方有了解过吗？你作为一个导游的话，你会怎么样对待这些旅客？遇到那个突发事故，你会有一些应急措施吗？急救措施你会吗？苏州有多少园林是被记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这个还是不知道。没有，有些狗印。不可以，我没有钱，又不开心了，没有给你买。今天早上怎么跟你说的？没有，关你啊！把钱全部给你，你跟你爸一样去花呗。妈妈，你在哪？妈妈，你在哪？顾苏晨突然离开，留下徐小晨和肉肉母子俩继续在村中。这下问题来了，以往都是顾苏晨做的那些工作，现在全都压在徐小晨一个人身上。爸爸以前放牛放到哪里的？什么？我也不知道，他天天都会变了。你说你能干得出来这事儿吗？把你老婆和孩子留在这儿，啊？你干得出来吗？思思啊，然后他受不了了，他就走了。我生气，我还不能在儿子面前表现出来。有锁，锁在这里面。你知道哪个钥匙吗？不在呢。不在。本来牛在哪里的？屋里面的。那里面是大牛啊？嗯。啊？小牛、大牛全都在这里。放在哪里的？本来啊。嗯。他们把他们家放在哪里的？本来他们家是在这儿的。把他们全部放到一起的。啊？嗯。找到了。丢了再说，应该不会丢。木头帮我们去找牛吧。别！肉肉，嗯，爸爸放牛往哪里放的？你告诉我。这边。往前面走啊。这两边。往前面走吗？那不是爸爸，是我那边放牛的。这边还是这边？那边，那走。我也不是现在不在，我就好像不在这。不在那走。这怎么好？怎么找啊？找死都找不到嘞。还往哪里放，爸爸？啊？我还是走。我好绝望哦。哼。这个找到没也找吗？我也。怎么找得到哦？鬼才找得到嘞。就是很茫然，我现在还生气。就是我会心里还会怨，为什么他不在？为什么要我来就是弄？我又不会弄，他干嘛要走呢？我就心里面特别不开心，他怎么可以就这样子把我们俩扔在这儿呢？就走了嘛？那我挺生气的，就是。哦，慢一点。慢点，快道歉！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慢点！我知道了。
这疼不疼？啊？跑了，不跑了啊！走，放屁了，记得，对不对？走这边，走这里，往前走。你摘下红色枫叶，证明我在秋天离开。秋风掠过真诚，深爱的人两三。是那个薛之谦的吗？对，迟来的爱的来了，这并不是童话，是真的爱上你了。耶、yeah, ，我们的牛找到了，终于找到你，终于找到你们了。在最好的年纪遇见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终于等被爱不一定成真理。去吧，那走吧，快走快走快走！牛牛我也没有事的。快走吧，牛牛你也没事的。嗯。肉肉你也跟着妈妈走，肉肉跟你说你跟着妈妈走，她也会跟着她的妈妈走的。哎，你还想吃晚饭吗？哎，你吃这么多东西还吃晚饭？要不别吃了吧，我都不吃了。那你真不吃了？啊，你待会吃点零食吧，我妈妈不想做饭。啊，好，可以吗？可以吗，宝贝？好的。你饿不饿？关键是。少了，你管你倒，哎，就是这样，哎，很棒。啊，挺失落的吧，挺无助的。现在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环境，然后基本上认识也不多的人，然后也没钱，就是相当于与世隔绝，然后每天还有那么多家务要做，很多事情要做，还要照顾孩子。我也不知道就是没菜了或是没东西了我该怎么去买，就是不会去镇上买。
复杂，就是我心里面还是很难受，特别需要他或是怎样，我也不知道。就是有些事情可能就是他在我会轻松很多，他多多少少可以照顾我一点吧，内心深处的一些依赖吧。大爷，要不要去镇上？去不去镇上？赶集的是吧？上车吧。就是他一直很累，就是比如说早上很早就起，因为他可能要到工厂，可能每天很早就起床，然后回来的又很晚嘛，有的时候晚上可能要很晚才回来，我挺心疼他的吧。我就想，以前我们这家它的主人，她的闺蜜有时间没有？如果有时间，我可以把他们请过来到我们家做一下客人，这些之类吃吃饭啊，可以请教他们一下，帮一下我儿子，看怎样在他们这个城市怎样去做那些事情。先买点排骨，猪肝吧，猪肝买点啊，7.7/31。我想请朋友过来吃饭，尝尝我们湘菜的味道。坐吧，对，真的到你们这边来能有你这样的朋友真的是太好了，我也觉得很不陌生。习惯吗？气候？气候差不多。差不多。来到这里最让我难的就是你们这里的道路交通，让我挺苦恼的。5-6点还没有出去过吧？那个高架上面是更加堵的，一动都不动那个车。我昨天送孩子上学就不是那种高峰区，就是那种高峰区嘛。结果十几分钟的路程，我转了几个小时。因为我又不知道，因为怎么说呢，我们也没接触这种豪车吧，不知道怎么去弄，又怕弄坏嘛，我就那天就试了下，没想到上路是那个结果。那迟到了吗？上第一节课了。第一节课上课了。我说这样太难了，让我。这几天我们就是，为我大儿子这事嘛，也挺伤心的嘛，就是叫他出去找点事做一下嘛，在这里啊、哦，他今天他说他打了几十个电话吧，有的叫他星期一去面试的。我说你可不可以请那个三个姐姐做你的那个面试官嘛，你就当你去面试面对他们，如果他们那里能过，我觉得你星期一应该没问题。我说你请他们你可以尝试一下嘛。我们到那边去坐下嘛，我们到那边去坐吧。我们就待会儿三个当考官，让他尝试一下。今天就是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模拟面试的环节，下面就开始一下我们的这个模拟练习。喂，你好，有人吗？一个人最美，首先第人家对你第一印象先考美，这是最主要的，是不是？请进。各位大众你们好，我首先把人家夸大点，人家不会见怪的。我今晚不是问老总，你把我喊成老总，我会很高兴的。我那个
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我叫吴彦强，今年17岁。首先呢，我给你自我介绍一下，我叫什么名字，来自于什么地方，是不是？首先要他给你机会，才有你发展的平台。就希望贵公司能给我这个平台，给我这次机会，然后就想磨练一下自己。那首先，你对我们这个地方有了解过吗？就是苏州这个地方有哪些景点？苏州好像这个地方就是湖比较多吧，然后就是那些园林也比较多的。那具体有哪些园林啊，什么之类的？园林有什么苏州园林啊，还有什么园林呢？那如果说你作为一个导游的话，你会怎么样对待这些旅客呢？作为一名导游，就是这个还是不知道。然后遇到那个突发事故，就是你会有一些应急措施吗？没有。急救措施你会吗？苏州有多少园林是被记录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对于就是苏州随便哪一个景点都没有一个是比较了解的吗？没有，这个还是不知道。没有，我也搞不清楚。这个题目实在太烂了。我感觉不是很太满意的，我觉得它最不足的呢就是语言，就是表达方面不清晰，给人的感觉就是比较含糊的那种吧。第二个嘛，就是它形象方面还要注意一点，不要像小孩子似的。首先我觉得就是你因为是要过来体验当导游嘛，那肯定对苏州的历史和文化，然后还有哪些景点要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你什么都不知道，那他们怎么跟你去玩呢？对不对？还有就是发音，就是说话声音要放出来，不要含在嘴巴里，因为很多词都就只能说带过，其实听得不是很清楚。我感觉你可以语音再高一点，说话的声音量。然后说话语速稍微慢一点点。意识到了，就是还有些都是得完善一下吧，就是比如说话吧，就是不要太结巴，就是说话声音稍微大点，在有些知识方面嘛，可能还得更加完善一下。我是觉得你一开始就可以表明说你是来学习的。对呀、你一进来的时候就先说我是昨天跟你联系的，什么因为什么原因过来的。不要这么紧张，或者是不要都说不知道的这种来回答一下。可以。那就重新来一遍，你待会儿就坐下来好了。你来一次，你来一次。喂，你好，有人吗？请进。这是我姐姐，请过目。你是哪里过来的？我是昨天就是电话里面给你联系的，然后你说今天来你办公室就是面试嘛。那你坐下吧。你对我们这边的景点啊什么的有了解吗？苏州这个地方，就是从历史上来说，就是既然是吴国的首都嘛，历史文化比较丰富吧。一点湖就是什么太湖啊，那些什么还有石湖啊，什么就是比较著名嘛。那你有没有什么特长？因为我们跟团的，就有时候要在那个客车上要给旅行的这些。阿姨叔叔啊，做一些表演啊，什么唱唱歌啊，什么之类的，你在行吗？然后就是唱歌吧，我先给大家唱首歌吧，先自嗨一下吧。好的，鼓掌。下面给大家唱一首《演员》吧。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递进的情绪请省略，你又不是个演员，别设计那些情节。每一让我特别惊喜的就是他唱的一首歌，因为在家的时候我从来没听到他唱过歌，就是他今天他还唱出来了，就这样让我有点惊喜，让我有点惊讶的感觉。最起码他首先走出那第一步，敢去面对，敢去把自己迈出去。
你自己应该也有感觉吧，就第二遍比第一遍明显的自信，然后语言的表达能力还有这个思路都比原来要流畅很多，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进步。其实我从来都没有看见我儿子这样，对吧？因为刚开始第一遍嘛，我还觉得我都有点焦急的那种感觉，但是看到了你第二遍重新来过的第二遍，我觉得你临场发挥还是可以的。总的来说嘛，对大儿子还是要为他加油吧。希望他能有更好的结果。挤死人的，太堵车了。你说挤不挤呢？你可不挤是吧？挤。明天说7:30走，就准时要7:30要走了，不然这样他又会迟到。赶紧上吧，赶紧上吧，不然要迟到了。现在来得及不？迟一点点。现在已经52了，7:52了。我操，都等我点儿都找不到的，等会儿我没用的。今天又迟到了，怎么办？不知道啊。现在当前车速34，前方红绿灯路口直行300米处有测速和监控拍照，限速40。又想睡觉了？那你上课怎么上啊？上课一定要认真听，知道吧？在这里你不认真听，回家以后我怎么弄得好啊？怎么还不认真弄啊？没到时间啊。孙啊，老师讲的你有什么不懂的，你记不住的，你就用本子把它记下来。今天老师讲的什么，上的哪里的课？听见没有？你说我天天跟老师打电话，老师也觉得烦，是不是？右转啊。右转，然后100米后要行驶。那导航就是导对了嘛，挺顺利的，看着呢也习惯于听那个导航了。应该没吃的吧？目的地在您左侧，本次导航结束。没记住的一定要写下来，写在本子上，回家妈妈才知道。好，是吧？拜拜，拜拜。很顺利的就把小儿子送到了学校，也没迟到，这样对孩子也很好。孩子他也很开心。记得上一次我们在上作文课之前交给了大家三个小法宝，还记得吗？不记得了呀？不记得吗？我们在那个镜头里边，我们看到了第一个小法宝是眼观六路，记得吧？嗯。我还给大家讲了第二个小法宝，不记得是什么了？聚焦重点。那下次我们看视频的时候就要认真的看，对不对？第三个小法宝就是真切感受，还记得吗？他是怎么演的呀？他是把鼻子这么碰一下，然后呼的一声，两条鼻涕就
瞬间就落下来了，对不对？你今天写的这个作文，张老师看下来呢，写的字特别的认真，看得出来你是用心对待的。老师和蔼，然后表扬了我，老师还教了我一些学习正确的方法，我挺高兴的。老师比较厉害，我感觉挺好的。写作文其实并不是一件难事儿。你看你那加号。今天轮到自己家杀年猪了，但是顾苏城已经离开两天了，无助的徐小城只好请村民来帮忙。可是猪刚杀到一半，家里的水管却坏了。你把水沉下来查查吧。哎，怎么没水？哎，婶婶，哎，你怎么会没水呢？房子呢？那我找谁呢？外面的话，开镜子的话，找一个人。哦。姐，我们家没水了，怎么办？等一下，吃饭了再过来看。好，谢谢。妈妈觉得你可以买一个东西。不可以，我没有钱。啊，没办法。又不开心了，没有给你买。今天早上怎么跟你说的？没有啊，我没有必要买那个泡泡糖啊。我又没有问你啊。要不我把钱全部给你，你自己，你跟你爸一样去花呗，行吗？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控制住吧，对他少了点耐心。这两天是我跟你先去，是这个他们清楚了。我走不动了，我好累啊，超级累。我老公在，我就可以去，就不用请那么多人来帮忙。车漏了啊！感谢本节目冠名商美肤宝。不怕晒，晒不怕。美肤宝美白隔离防晒系列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妈妈要去找工作。为什么？因为我们家没有钱了，然后妈妈现在要出去找工作。我找好工作，我就会回来的。我老公走了以后，家里没有收入了嘛，就想出来找找工作吧。好，妈去了啊。哇塞，这超级好水平。你好，我想请问一下那个校长在哪？他在我三楼办公室。这边三楼是吗？没有，他马上就要退费了，你可能要。好，谢谢啊，谢谢啊。校长你好，就是有个不情之请，你们这边有没有缺英语老师？我可不可以来？你先从事这个方面的吧。我之前在苏州呢会有那种教育机构，我去在那边英语教过课，然后呢我自己英语也考过级，所以我在想我是否可以尝试着，或是说别的课程，或是别的。就这样的，你要做这个事情，首先我们要面试，我们要看一看，到时候有个大家已经听听你的课。校长一开始其实他不怎么同意，因为他也不知道我到底是怎样的水平，所以他想我要做一次就是试上课吧，看他如果满意以后我才能有机会来做这份工作吧。校长，那我就明天早上8点过来。好吗？麻烦你们哦，谢谢，再见啊，校长，再见。走哪儿去了？肉肉，你睡家呢？肉肉。
我去吗？他跑过去了。我知道妈妈工作的地方怎么走，如果没有我再回来。你知道妈妈在哪里吗？不知道你妈妈在哪里。爷爷，你知道我妈妈在哪儿吗？妈妈没过来。我要去找她。妈妈，你在哪儿？走哪儿去了？肉肉，肉肉，妈妈。妈妈，是你在叫我吗？妈妈，肉肉，你在哪儿？你睡觉。妈妈，是你在叫我吗？你睡觉。哎，妈妈，我在这个农田里面。肉肉，你睡觉。我拿着你，哎哎哎哎，走回家去。我没看见你，那不担心呢。我找妈妈来帮忙。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走到家里去，到家里，我给你给饭吃。啊？我吃个饼子，你粘一点。我在外面吃饼子，用掉，吃不了，打你了，啊？放到饼子上啊，啊？嗯。好不好吃？好吃。好吃啊！你吃饱啊？奶奶给我做的饭菜，我觉得很好吃。我和奶奶一直是待在一起的，觉得我自己又变得更坚强了。心肝，妈妈，你想我了吗？心肝，听一点，听一点，你找到了没工作？找到了，去做老师，好吗？我可以和你一起去吗？可以。那我就去找老师了。你去上幼儿园，就在那个学校边上。走，奶奶。哎，你吃了吗？我吃了。啊，肉肉在你这里吃的。啊。爸爸回来了吗？没有。我一直很期待他能回来。其实我们这样的情况虽然很常见，我还是希望我老公能多跟我沟通吧。不要像孩子一样，然后承担起家庭的这份责任吧。How are you today? 很好啊。I'm great. I'm not great. 很好，就是很好呀。很好的，小朋友去吧，妈妈洗一洗脸啊。摄像头，我可以和你玩吗？柔柔的心肝，看一下外套就来了。吓了一跳，我不知道是谁来了吗？他说你爸回来了。啊？你爸回来了。他在哪儿呀？哼，我回来了。啊？你怎么回来了？我事情办好了呀。啊？担心你们呀。心里挺复杂的，还是生气。他没有体谅到我们，就说走就走了吧。开心吗？嗯。奶奶。奶奶回来了。林子呀。你看。今天是那个结果。奶奶，一切处理好了。你看到我儿子了没？我没过去。你过去了。你开心吗？嗯。那你可开心？还想的是你。爸爸。哎。你来一下呗。爸爸不走了。那你们洗爸爸了？还没有洗啊。他们看到我高兴的话，我会觉得。他们还是很需要我。今天杀猪挺忙的吧？啊？你在跟我讲话？啊。
哼。喂。你会唱？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你怎么了？那你呢？今天忙得不得了啊？啊？妈妈，今天是不是忙得不得了？啊？啊？是不是？妈妈，你睡觉。后来就有点不太高兴了，我觉得我老婆应该挺委屈的吧。打心底里，我不想原谅她，就是我一直心里也堵着那口气嘛。我回去了，第一呢，真的有重要的事情要去处理。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什么事情？第二呢，我就想，我在这边感觉自己也是配角，就看你们是不是还需要我。他应该做了很多事情，可能也比较辛苦吧。这怎么找啊？找死都找不到嘞！我好绝望哦。他虽然表面上看上去很强势吧，但其实他内心还是很需要我的。小流氓，我回家。那走呗，滚吧。他怎么可以就这样子把我们俩扔在这儿就走了？这是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挺无助的。妈妈生我气。为什么生你气？因为我走了呀。就是妈妈也有点讨厌爸爸，妈妈不想和爸爸讲话，然后我告诉了爸爸怎么去安慰妈妈，我想要让爸爸给妈妈一个惊喜。你知道没？我给你买了那个贴腰上的，给你贴一下吧。他也终于能想到一些，就是这些比较细的地方了。他买了膏药，然后手上他以为我生冻疮了，然后给我买了冻疮膏嘛。对你啊，其实可能他刚回来的时候我就心软了吧，已经原谅他或是心软了嘛。换位思考，你气不气？然后你看。你要放了，你要没说一声，你要放在哪里了？然后两头猪没有杀掉，小猪没有生病，你说我急不急？你们说走就走，水管都坏掉了，突然间，然后外面水都没有，我累死了，超级累。我老婆的心情应该是又爱又恨吧。以后做事的时候多注意一下细节吧，在他们需要我的时候，我一定会在他们身边保护他们。喂，你好。你好。就是我是就是想试的是吧？啊，对，跟你之前有实习过吗？没有。首先一个不自信，专业知识来说的话还要再抓紧，普通话还有待提高。你有导游证吗？没有导游证。非常不好意思。在学校有参加过这些时间的？在学校还是没参加？我考虑考虑。
各位同学，因为呢我们今天上的是英语课，所以我希望全程我们都是可以用英语来交流的。 OK, let's turn to page 56 please. Who can tell me what's the name of this song? The Happy Song. Who can repeat? Nope. Nobody? The headmaster? 班长，你怎么来了？可以的吗？我也没有想到他会给我送饭，我心里挺暖的。真的真的真的，我爱你，我爱你，宝贝。恶心死了。感谢独家知识平台百度百科、网络知识平台114拉网址导航合作新闻客户端一点资讯。Zucker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只想换个方式让一切能如初，只想换个方式让我们看清楚，只想换个方式让我们能倾诉，只想换个方式，换个方式，在黎明之前，在变幻之间，是否有另一个我们在某个世界深处？真心去向何处，又有什么归宿？还是也对生活麻木？学过曲折无数，翻过坎坷几度，跌跌撞撞再度痛楚，也愿直面险阻，穿越层层迷雾，期待有个坦途，新的世界，新的世界。表面结局化是无助，答案在何处？拿掉所有防备，赎回往事温度。换个方式，只想换个方式，换个方式，只想换个方式，换个方式，只想换个方式，换个方式，只想换个方式让一切能如初，只想换个方式让我们看清楚，只想换个方式让我们能倾诉，只想换个方式，换个方式。